那讲过尔，虽讲到听录音带就好啊，哦，哪有安尼讲话，搁随讲，是要讲嘛无啦。好啦，咱可能还够有，还够有一两礼拜时间的，啊，再大家吼，啊，讨论参详看卖，啊，恁即卖啊接这个顶礼拜讲。啊，顶礼拜伫咧讲这个啊，祥甲无祥啊，过一年甲祥甲无祥啊，搞清楚了没有？有清楚啊，还袂？因为玉祖吼，甲普通咱啊所咧读的吼，完全拢讲倒变。伊讲有祥是无祥，哦，大家听着讲，哦，啊有祥是祥，哪会讲无祥？哦，啊，这个善恶之外。咱普通讲无常，玉祖讲善恶之法是常，所以吼、哦，拢完全拢吼都是道变的讲法，哎，啊，咱就是爱了解，徛的角度吼无同款。玉祖吼，伊伫咧讲不生无常，伫咧讲咱众生落落的凡尘啊，吼、哦，你看咱众生身上拢有性，啊，你看这有性是不是无常？哦，念咪做人吼，后头时念咪做仙，后头时念咪做神恶道的，哦，做精神啊地界吼，无鬼啊，哦，甚至无常，所以徛的角度就是遮个讲，安尼常也无常，哎，都无常啊，对无？啊，过来咱哦，看讲哦，啊，佛有千百亿的化身啊，啊，千百亿的化身哦，是常也无常。哎，一画出来都连袂个变化对无？所以迄个都无常。哎，另外伊徛伫角度去啊，哎，安尼讲哦，无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并不是讲恶意咧讲白话的啊，吼、哦，正确，哎，啊，就是徛的角度无同，无同款。啊，咱即卖讲这个常，就是讲咱的本体，吼、哦，咱的佛性本体，伊就是真常，哦，伊袂变化，哦，咱。伊凡世间第二生第二死，伊拢无生无死，吼、哦，这个呢完全拢无变化，这个就是叫做真相，哦，相。嘿，啊，伫个玉祖咧讲吼，善恶之法是相，是安那讲？因为吼、哦，伊徛的角度就是咧讲，假使啊善吼善恶之法也是无相，安尼呢，伊每个法拢有自性，啊，每一个法。拢会去接受生甲死，啊，每一个法啊，吼、哦，拢叫做啥？无法度周遍，遍这个宇宙空间，所以徛的角度吼，无同款，甲咱吼普通咧研究的无同款角度，安尼知影咯？所以完全吼、哦，你是拢同款，只是吼、哦，咱人太会执着，啊，迄、那个讲的人吼，伫咧讲。这个讲经的人，伊就看讲，哦，你这边遐讲道变，哎，讲你吼无基本一边，啊，要互破你这个基本一边，啊，你两边来拢破掉吼，啊，就进去进入迄个真理内底，哎，所以喏，伊就甲这个讲，咱顶礼拜讲到倒。他得前行山忽然大悟哦，忽然大悟啊！啊，各位前前，我们大悟了没有？行山已经大悟了，我们也要跟着大悟了哈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伊啊，这个行山的所据哈，所、哦、这个结悟啊，啊、哦，伊讲因修无相心啊，不说有相心哦，因为伊修到这个。无常啊，哦，伊个心肝内底啊，这个心哦，就是无常。啊，无常的心，伊个心，就是讲，这个就是叫做真相。哦，伊个心就是去修错心、所错心的了。这个心已经错了，哦，是无常的。他认为是常，他把它锁住了。哦，因修哦无常心，他锁了边呢，不然锁有常性。哦，有常性，这古在讲的讲哦，这个相就是咱真心内底哦，这个真相哦，
所以讲你话这字哦，那些拢字字哦，啊，都差足济，意思哦，差足济。用不知方便者，讲唔知影方便呢？方便就是啥？因为咱伫咧哦咧修持嘅过程啊，甲咱讲嘅有当时啊，唔是真理，唔是正确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拄啊好吼，伫迄个阶段，那无即个方便法门吼，咱都迄个关卡都过未过啊。譬如讲啦吼，咱若去度人，啊，即、這个人吼，哦，伊安尼鱼仔啦真爱食。啊！伊若甲你问讲，啊，我若去求道吼，啊，爱食菜啊未？啊，你若甲讲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但是是安尼，我唔，我阿爷爸都爱食，我唔，吼，迄个都未向方便我问。啊，你即摆吼，你甲伊讲，要食唔食是你的自由啊，你的代志啊，吼，哦，这甲求道无关系。伊讲喏，那安尼好，我替你啦。你看安尼是唔是讲做方便我问？对吧？这就是讲，我甲你引进哦，你有迄个福田，我甲你引进你来求哦。啊，这不是真理的哦，但是你会晓方便，就是讲你有智，你用智慧讲哦，我甲你带来哦，啊，你求到了后要食唔食，是不是伊的代志？你若求到了要食醋，你敢有法度？啊，足侪人嘛求到了，搁在食醋，对无？所以你看嘛，迄叫做方便法门。啊，伊若真认真。哦，咧研究，啊研究讲，哦，啊原来做了无好诶，出去做尖生，哦，啊那食尖生都敢那咧食人诶，吼、哦，啊伊若研究以后，哦，安尼我无爱食，你看安尼是毋是真自然？你就有法度吼，达到讲咱要希望诶目的，哦，所以讲最后做方便，哦，所以伊只伊讲不知方便者，哦，有春意。哦，这个舍利，这个利就是石头啊，碎粒石头啊啦。啊，伫个村地内底吼，啊做啥？这算讲真好的环境内底，啊，你去捡一粒石头啊，啊，当作这个宝，这粒石头啊是宝，贵贱的。石头是不是宝？满世界有着无？唔免来村地捡啦，啊，路边捡就有啊。所以迄好多啥，唔是宝，咱个当作宝，啊宝物件吼，咱就唔捌，所以讲伫遮吼，咱就是来了解，哦，有哪时啊，哦爱好多啥，迄个智慧啊爱开，智慧若开吼，咱就会向方便法门，啊有方便法门的中间吼，是宝唔是宝吼，咱是啥来了解，我今呢不施功呢，不行离现前。哦，我今麦拢也唔免安那修持，啊，道不行就走出来了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快点嘞。咱若把咱的真心吼，咱彻底了解讲，哦，原来我的真心有行，拢真心在甲我做伙。哦，咱安一声就甲体会出来，你看，唔免搁安那修就走出来对无？对不对啊？做工袂较忝啊，少累不累啊？累，对哦，爱有精神啊！吼，我们修道嘞，这个精气神要饱满，还有这个哦，修持嘞，爱咱的真心佛性嘞，哦，你能够走进这个真心佛性啊，这个要做啥？伊就已经哦，精气神充足。啊，咱若行入色心内底吼，啊，就有在讲哦，我真忝呢，哦，我即摆吼，规个心内底头就真侪代志，啊，真侪代志引起咱真侪烦恼，啊，因为烦恼吼，咱所有只个营养爱来吼做啥支配，攻击只个烦恼，因为烦恼爱用足侪营养，所以各位前面，咱若讲卖烦恼吼，减食爱足侪。啊，你若食足侪营养吼，你就吼降低你乌白心。啊，咱若卖乌白心吼，无遐烦恼时阵吼，免食嘛袂了。啊，你若安尼好，安尼足久来想的吼，足紧要的哦。因为营养拢伫咧吼咧补充这胡思乱想这烦恼啊。所以吼，我做啥，都要经过食，啊，都巴肚啊饱饱的。暗古都感觉安尼真枵，
巴肚饱嘛，空枵。以前有这個经验无？有没有？无哦，无上好啊。啊，若有就是讲哦，我们那个用的哦，超过咱的补充的哦，补充不及，补充予咱用的哦，补充不及。哎，啊，所以都才食饱呢，不过我阁重重的讲，哎呦，哪会感觉呢？伊个好多啥，拢无完事啊，哦，啊，都真枵。迄就是讲我们那个胡思乱想的厉害，玩乐真厉害。所以为虾米呢？不该也也吼，成功贵莫不惜，就是吼，我爱你无白心。啊，过吼，你若食了伤济，食了伤济，食了遐物件会做怪。哦，伊会做鬼做怪，啊，即摆做鬼做怪吼，啊，你若无紧的该处理吼，我做啥？挡袂掉，挺有意思无？知影吼，哎，所以食少啊，就袂。食少吼，啊，就袂做鬼做怪，人就乖乖，乖乖啊侪。所以，海，咱这海岛的吼，食海产也较侪啊，吼，尤其佫特别咸，便当就好。归思乡受益啊，五亿啊，无所得。这个这两句话吼，有两个意思。伊讲吼，若毋是这个廖哥甲我教吼，我都无法度得着。吼，这一方面是讲哦，甲我教我才有法度安尼啊，达到这个天道。啊，佫一个意思就是讲吼，这个佛性现出来，这个吼。唔是六祖给我的啦，哦，啊嘛，我嘛吼，虽然有先变出来，但是我嘛拢无所得，我嘛拢无得到半项，安尼挺有意思哦。哎、欸，有诶讲阿廖讲师，你当当讲一个，阿西讲一个，阿阮拢无啥啥。我讲袂哦，这因为安那，因为讲诶角度无同，哎、欸。伊安听到六祖讲，啊，叫我到启发伊的佛性，哦，这是一个角度。啊，即卖讲实际经历内底，哦，佛性迄个无人讲会当私自说，讲哦，我好哩，这无的，哎，这是经历内底，所以你看有两个角度，啊，两个角度啊，我们都要了解。啊，你若了解以后，你要听人讲，啊，你咧讲迄个伫个。哦，迄、那个现象内底，啊，你讲迄，啊，迄就伫个经历内底。安尼吼，我们就了了分明，对无？诶、欸，啊，咱研究就是爱研究个了了分明。诶、欸，啊，咱了了分明，你看佛性就现前，对无？诶、欸，书啊，哦，六祖伊就讲。如今切了，讲哦，你即卖已经彻底啊，彻底了解哦，我都知影，就是彻底了解哦，以明自彻哦，你的智啊已经彻哦，彻呢，下列离退哦，这个智彻呢啊，伊就感谢这个六祖呢，也了就退来安尼。那么有一个东主哦，叫做新辉啊。哦，襄阳高士子年十三，哦，这十三岁就会晓要修道呢。啥物？你几岁？哦，你比他还要多三岁，哎，要努力修道了。他十三岁，哦，自玉山寺来，玉山寺呢，就是迄个新秀哦，迄、那个。咧教迄个所在，吼、哦，先就咧教迄个所在啊，六祖也是。啊，六祖呢，伊讲必先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真或者啥，或者看重真看重人啦，哦，必先，哦，你真有必先，就是讲你知影这个安怎过，哦，要过等于你的哦本位，
要安那回等于哦，这个天堂做有菩萨的，你拢是了解，所以称呼做辟邪。哦，原来呢，干净讲哦，你安尼一讲，对着关系哦，来到这个玉都这个所在，非常的远啊，还行足久的，听讲哦，上少啊，还行半个月。还有你吗？就唔好，半个月才会到。哦，观众一本来吼，啊，你有甲本带来无？各位姐妹，这拢咧讲相机的污染咯吼。各位姐妹，有甲本带来无？哦，这个本就是咱的真心佛性。咁啊，有甲本带来无？啊，都放伫个厝诶。六有本啊，结合摄住哦。讲你若有本，就是讲你若有真心不行。甲这个摄住，摄就是流摄的主人哦，主人翁哦，就是讲咱的真心不行。甲咱这个哦，摄心做会哦，做会啊，气说看哦，你讲看嘛。哪有出来吼、哦？啊，你讲看卖。啊，这个神话，伊就讲以无主为本，见即是主啦，看就是主。哦，你啊看过一面，这就是叫做啥？以前吼，唔知影讲叫做相之故，唔知影讲吼主人是啥，就是讲吼唔知影家己的真心不行，哦，唔知影。那么以见为主，又够啥？又够是把四心呢当成真心。哎，啊，这六祖讲这个沙弥哦，真和其次矣啦。好、哦，真和哦，真和就是讲，啊，做啥？你爱哦，咱即马用咱即马的社会来讲，就是讲作秀。啊，这个其次矣哈。哦就是叫做啥？或者耍嘴皮子，一个吼啊，或者咱的俗语叫做搭嘴鼓，就是讲，唔是为咱的本性讲出来，啊是吼、哦，伫个咧咱凡世间吼，或者安尼真一嘴吼，啊真爱，哦，啊做啥？这边来说，嘴真爱。骗人的，哦啊，真爱或者啥，附和，和大家拢会附和伊的伊迄个念头啦，哦，这个起始，真和起始，哦啊，这三米就是讲已经修这个戒，修戒吼，已经修到这个哦十戒，啊十戒已经咧修持的，哦啊，佫真少的三米吼。哦啊，这个行为哦，就问讲，和尚咧坐禅哦，哦，也搁有看，也搁有听，还是无看？还见不见？坐禅呢？哦，以前啊，就我有讲过，咧坐禅是啊，这个一般哦，咱或者修持方面哦，或者真正常的一个方法。啊，和尚是一个尊称啦吼，用啊和尚坐禅。还见不见？要看到也无看到。啊，六祖呢，转起来伊哦乖啊，转甲放三个。我伫想这个场面哦，我真趣味。讲啊讲，讲啊再讲啊，乖啊又放三个。啊，敢问讲，我怕你哦。是听还是未听？最侪人是听未听？这新会过会应讲，嘛听嘛未听。讲伊都讲着未听，一群人诶吼，讲嘛听嘛未听，所以要玩啊要学做，学做典礼功夫真好，玩啊爱听，玩啊未听。玉祖吼，讲。我嘛看，阿嘛无看。
底伊即个话语安尼讲啦吼，啊师傅就问讲，啊如何是也看也无看，吼、哦，要注意讲，我之所看的，吼、哦，相见自心过谦啦，谦就是讲唔对，吼、哦，咱有做唔对就谦，啊我不是看到我家己吼、哦、做唔对啦，啊我心内底吼有唔对，我不是看的。哦，啊，无看到别人的是非恶恶，别人的好歹吼，别人的是非呢，我拢无看，所以这嘛是要甲咱教，教讲吼，咱卖讲，家己无，唔对的所在啊，拢无看，哦，啊，别人唔对，哦，目睭拢只睛看甲明白，对无？啊，要注意咧讲哦，咱得爱倒变，哦，得爱讲。看家己的唔对，别人好歹唔对，你卖哦卖去看，因为吼、哦、咱来了解，别人的好歹，别人对唔对，迄是别人的代志，咱家己好歹对唔对，迄咱家己咧做诶，水唔对业水做落来，咱就爱去接受迄个果报，这较重要。啊，别人对唔对吼，迄甲你无关系，你若做了好，讲着嘛袂分你，你若做了唔对。最高嘛，唔免你甲担，所以咱就爱教育做公安。唔过咱到了嘛安尼，看家己咯嘛，唔知影对唔对，看别人唔对，佫一声好，安尼，死也阿妈关机，对唔对？哦，所以讲咱就爱教育做甲咱家讲好，咱就爱看，就是讲看家己，哦对唔对？卖看别人对唔对好看，哦，死也。哦，见也不见，啊！你眼的也听也不听，如何？你咧讲也听也无听，是啥款？路那未听，哦，甲这个哦茶木少，甲石头，哦，甲茶甲石头同款，哦，啊那听，啊大家烦恼同款，唔是咧修道啊？啊，你是听未听？哦，所以就做咧讲吼，啊，你那阵会听的中间甲烦恼同款哦，心肝就会吼犯混啦，吼悔恨就是生气啊犯混。愈亮前哦，你顶下咧讲迄个看无看，这是两边啊，两边见哦，咱见就是一边，啊不见就是一边，啊就是变两边，哦，啊痛不痛的是生命痛。生出来啊！啊，即马过一时也过，哦，迄个痛就过去啊，对无？咩？所以见不见是两边，痛不痛是生命，啊，两边甲生命拢完乎，拢是完成的事。汝自性且不见，哦，干预弄你，哦，你家己都安尼自性，拢家己唔知影，无看到家己的自性。啊，敢要欺人啦，敢要共创敌，所以最前线我们要了解啊，好做啥？好做玩物丧志啊，玩人丧德。所以咱咧修德吼，袂使饲迄个宠物。你饲宠物吼，就是把你的志气啊丧失掉。哦，我们是要专心、诚心诚意的要。修持成仙做佛，咱袂使去饲宠物，饲宠物哦，都玩物啦。啊，你玩物丧志，啊，玩人丧德。玩人就是讲你甲人滚球，甲人哦，或者安尼耍，这个叫玩人。啊，你玩人哦，就是丧德，你甲德哦都丧失掉，所以袂使甲人滚球。我们都不晓得哦，哦，所以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德，不能玩物，也不能玩人。那么神位呢？礼拜啊，为谁？哦，神位的代表做礼拜，哦，那个后悔，哦，真就后悔，讲伊安尼不尊敬，不尊敬哦，这个啊一代的祖师。那么六子呢，伊就个讲。讲汝若心未不变，
讲你若对心也搁迷昧啊，无见到家己的本性，梦想知识哦，找路啦，哦，就是讲梦想知识，哦，各位知影嘛吼？先就是讲先知影众生根基啊，知识哦，就是讲了解回天之路。哦，啊，这个已经了解回天之路的人，这叫做先知识。哦，啊，你找这个先知识哦，甲你导导看要安那哦，互你新鲜做福，这条路要安那行。哦，你请来甲你导。入了心哦，哦，你那已经哦心定哦啊，接触见性，你就有法度呢，见到家己的本性。各位今天有见到家己的本性无？有没有啊？欸，很亲切的哦。欸，我拢讲，底下就是啊，无上大涅槃圆明常寂照。迄，那个吼、哦、寂，迄、那个圆呐、啊，甲寂是同义啊，同款意思。哦，很圆满圆融，啊个吼、哦、很寂静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就是咱的性体，真吼都啥？好多咱吼，敢那成功，咱来找敢那路在，安尼吼，二十四小时吼，拢甲咱伺候啦。起，啊走吼，走就是咱的功用，功用吼，你看，要看安尼我就走，要听我就走，要听我就走。哦，啊你咧食，身躯咧哦，猛的感触，哦，啊都意念咧修，哎、欸，啊今嘛有修有练，这个。都叫造，你看安尼有无？真心在拢甲咱做有无？哎、欸，那是咱的本性哦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的本性哦，我们要时时刻刻、啊、都能够掌握。啊，你今嘛这个自信哦，你拢掌握，啊，你拢来启发，伊个功能的慢慢啊给你变出来。因为哦，这个时间不生不灭哦，诶，真心不生。啊，这个真心不行，咱以往拢该扛起，愈来重，重起。哎、欸，啊，今嘛吼该请出来，啊，请出来以后，关世俗的事就看较重，较重多。啊，对吼、哦，咱的真心不行看较重，啊，今嘛看较重以后，伊的功能一项啊一项就给你练出来。哎、欸，啊，所以慢慢。咱的这个哦，第六、第六感哦，就真敏感哦。这个代志哦，来未来去未去哦，事先的敏感。啊，过了后慢慢啊吼，咱的功能、五感六通啊，拢会具备啊，拢有。哎啊，以往因为咱拢该看表面哦，伊无法度变出功能出来。啊，咱追求正道是歪哦了哦，追求这五感六通，唔过这是咱本性的功能。哦，伊内底本来有诶，啊，咱拢砍掉伊安尼，所以有诶吼，咱、哦、啊以往过去时有咧修，有咧修诶中间吼，伊即马哦出世以后，嗯，伊也都无学咧，啊，自然吼、哦、对虾米都真了解，迄就是伊诶哦，以往过去时吼、哦、已经有修持啊，啊有修持伫伊诶哦即、這个啊四分内底，伫伊诶八识殿中四分内底。这代志吼，都都或者啥，伊个实现，变作已经容易就会当用出来。刚刚叫阿弟啊，都拄到一个结缘。伊讲吼，啊，我都也无去学迄、那个哦，看看地理啊，看风水地理吼、哦。啊，这我都拢无学嘞。暗古我一个看我就拢知。迄就是讲伊个累世吼，以前拢学啊，啊学啊都真彻底，伫伊个八识地中拢有。我讲这属于个天眼。哎、欸，啊，天干咱凡人哦，凡间凡世间人，咱也要爱，就爱哦，有这个定力哦，修定才有这个天干。啊，但是伊个就是累世修来啊，累世修来啊，就有，啊，就有的中间，伊即马即世无学，啊，无学，唔过伊一声礼拜看，啊，恁即间的厝无徛，徛落去吼，人拢身体袂平安。哎，礼拜一日看吼，伊就安那累世学的啦。啊，你是学即马，伊自然就拢会念，唔免学就会念。迄就是讲，伊的心内底，但是电中啊，拢有遮，遮拢有啦。所以各位前人，咱唔免烦恼讲，啊，我若修未成咧，大家拢咧烦恼。我讲无要紧，你若修未成，
最起码嘛，拢伫你诶发识点中内底，拢已经证了诶啊，哦，拢已经甲证诶啊，这福音拢甲证，绝对会成诶啦，莫遐无信心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我讲，咱若从即个人毋捌，你要经过十年、二十年，毋捌就是毋捌，对无？佮看到阿妈唔捌，啊！你讲这个人你都捌，经过十年、二十年唔捌看，佮再互你拄着，嗯，是哦，这个我捌看哦，嗯，伫倒位啊，伫倒位啊，吼，你看嘛，迄就是安尼，咱的八识田中内底，只要你有恶，你有来经历，你看，拢掉嘞，嘿，所以讲咱恶中间嘞，吼，咱就要认真。哦，修持啊，甲咱哦，知心不信，这个本来有诶物件，啊，我乃拢无印象，就是迷失了心智啊。啊，咱即马吼认真解体会，哦，啊认真诶，哦解请出来，啊，伊就伫咧显明，啊，伫咧显明诶中间，哦，原来伫个几万年前我著做佛诶，哦，对无？可见呢，咱大家拢静啊，拢做分的，对无？啊，都未去想故事啊，吼，哎，啊，即摆要回吼，所以吼，真亲切啦，哎，我讲有当时啊，啊，大家讲啊，人生也无看，可见有看无？有啦吼，哎，你看大家拢坐咧吼，啊，大家拢在看会叮当，对无？啊，若无灵性的人，敢会坐咧？啊，敢会叮当？你若死人就袂啊，对无吼？死人嘛袂坐嘛袂叮当吼。啊，你看咱大家啊，死人欠啥物？哦，就是欠灵性嘛吼。啊，你看咱拢伫个，你看吼，哦，真亲切。这亲切拢甲咱做伙了，啊，咱拢唔办哩。哦，诶，啊，一定爱甲请出来。入了心哦，哦，要讲呢，甲这个行为讲，你呐已经哦见自性啊，依我修行哦，你照这个佛法哦啊来修哦，这个本性哦会有个哦佛菩萨，如自未不见自心地哦，安尼，家己拢迷昧啊，无见到家己的本性哦，心性唔知影哦，向来问我见与不见。过来问我看无看，讲我若看，我家己知影，苦代理的，本来发度代替你安尼字呢。哦，我看到我家己知影，啊，如若自见，你若发度见到你家己的心情，你嘛唔免代替我的。哦，那么何不自知自见？你来话安尼哦，家己安尼知影你家己的心情，啊，家己去见到你家己的心情，乃问我见与不见？所以我话未使学袂讲，哦，未使问人讲，啊，你看到啊，无看到？新会在哦，在咧啊，拜一拜，就是讲安尼过第二拜。所以我你若卖学袂讲话，就免第二拜啊，对无？所以安尼家己学袂讲话，哦，求下贵天。哦，咱第二讲啊，伊家己有得啦吼，啊啊，福田啊，吉时不离左右啊，就是讲安全伫个身边哦，啊，你家己家己福牌安尼，啊，无离开伊个这个左右。有一天呢，玉祖吼，甲大家讲，讲我有一个物件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啊，无脚只听无面啊，啊，大家也搁捌无？各位见人大家八宝，这个心会一个出来，这个音啊吼，讲是自诸佛的本源啊，心会的佛性，这就是讲哦，哦，你咧讲这就是所有佛的本源啊，哦，你拢佛的本源，啊，我来你看心会这个佛性，这个很会作秀。以前爱出头，你看吼，咱大家拢点点，遐侪人拢点点，遐几啊千个，安尼大家点点，伊安尼一个不不掉，
杨素仪讲，向汝道吼无名无利，甲汝讲到无名无利哦，啊汝搁变换做这个本源佛性。哦，汝用是又把毛盖头哦，也是成个肢解中途，功力吼好厉害吼，然后是对方探讨，原来像哦，迄个叫做低阶中途。低阶中途就是讲哦，知影真济，按讲哦，伫个实验方面哦，哦，算讲较无去做啦，敢若像讲哦，咱即马到啦。哦，啊，今物要来拜访，会使坐自强号的，会使坐机关号的，会使坐福建号的，嘛会使坐普通车，哦，啊嘛会使骑国外，嘛会使骑踏踏车，啊嘛会使用行的，哦，啊都讲遮济项，啊都拢逐项无做，啊都去骑伫个车头。那、啊、你对真的了解意思嘞？知影真济啦，啊拢无去做。啊，家己开车还会使，哦，对无？玉祖呢，看到啊，祖宗人文啊。哦，嫌弃恶心，哦，这就是讲玉祖哦，看到啊，所有的这些啊宗门的吼，啊，拢有一寡这些较深的这些哦，这个啊困难的问题啦，哦，这问就是问题，哦，因为每一个宗派哦，啊，伊拢有这个教义，啊，你家人内底哦，拢有一寡较深的吼。啊，算讲哦，啊，多一种啊，咧讲啥，拢讲啊足深的；多一种咧讲啥，讲啊足深的。吼、哦，先起恶心，这上就是两种，大家就对了。大家拢起吼，迄、哦、落就无欢喜的心。吼、哦，啊，如果看到大家拢安尼吼，拢起无欢喜的心哦，甲遮啦，甲遮徒弟啊，拢集体咧做下，吼、哦，拢大家来，我讲互恁听安尼。哦，命理观就是讲真，哦，人民可怜啊，可怜大家啦，哦，可怜大家啊，甲伊讲，讲咱学道之人啊，一切善念恶念啊，哦，应当尽除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各位前面就是爱了解，哦，咱伫咧这个哦修持的过程哦，咱若做那咧讲哦，啊这安尼遮深哦，不爱学啊。哦，安尼就是以前哦，起了就啥心灰意冷，哎，啊，六祖伊甲徒弟啊讲哦，讲咱修持，有当时啊恶一个发心，就佛条安足紧给你冲着无，啊心啊一个冷着，安尼拢无拉着吼，心是两边，都是两边，哎，啊伊讲哦，咱对修道的人对这吼、哦，算哦善恶哦善念恶念的，拢爱拄着。拢该下掉，拢骂，都不要他，哎，拢卖来，哦，无名可名，无名，通啊改，无这个名，你拢拄掉吼，啊，唔知要用什么名来称呼，叫做无名，哎，拢无名，哦，啊，怎么改一个名叫做啥？祖先，叫做祖先，你完全什么拢拄掉，只有做祖先，哎，所以对这个，你若拄好当一个。跟第一环哦，那遮济啊，遮深，何解袂滴完？吼、哦，足烦嘞！啊，拢无爱插伊，对真嘞，拢无爱插伊就好啦，拢无爱插伊就好。放下，这叫做放下。啊，放下吼、哦，放下的就是，请问，放下的是谁呀、啊？是不是咱家己，对不对？啊，咱第二家官是谁啊？还是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拢家己在烦恼。所以哦，咱若等你还，你把它放下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是已经恢复了咱的本性。
那就是咱的本性，我们本性就没有这一些啦。哦，无这安尼足复杂的，遮拢无，完全拢无，你拢甲去掉，本性就出来。安尼唔就变恶，哎呀变。要爱拢去掉，是毋是我那爱好？哎哦。这个学问真趣味哦，很有意思。你那耳干净完，你都把它放下，放下就对了，就到家了，哎，就已经到家了，哎，这个家就很温暖，真温暖，它、啊、就已经到处了，哎，所以那些在哪里哦，你哦就还就还，你都把它放下，都不要它，哎，这个都不是我的，都不是我的呀，哎呀，拢放掉，拢放掉。出现了现象，哦，咱的本性的东西，哎，这个是很感应的，哦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我们的自信呢都没有是一些善咯、恶咯，哦，这些凡俗凡尘都无了，通通没有，我们能够放下就对了。所以我就讲哦，咱的念头，我们都全部放下，是不是还有一个清清楚楚的，对不？啊，那一颗就是佛。这个就是骨，这个就是心，这个就是咱的念。你看，咱的念就是心，就是骨，啊，真亲切，拢甲咱做伙，拢无离开咧，一秒都无离开咧。啊，我们能够哦，把这个保持啊，不要转念，又不要假功，啊，就对了啦。哎，会当安尼吼，搁较哦哦，搁较固定的拢这个状态，哎，就对了。无理之性啊，是明是性哦。咱呢，咱伫个本性内底啊，就是无恶。啊，你看卖，咱伫想讲，哦，迄只环，哦，迄遐尼啊好，迄只环才好，迄种恶啊，迄恶都不要，迄无恶，无恶才是我们的本性。哦，所以无恶之性就是实性，这个实性就是咱的本性。啊，你凡伫一定拢恶嘛，对不？所以迄咱就来老先生来伫咧发挥咧照桥中间吼，啊，就问一个班员啦吼，问一个班员迄、那个吼，迄、哦那个菩萨上，你有迄个安尼真欢喜吼，真爱真欢喜无？有哦，阮孙我高低的我我爱，啊，你有迄个真讨厌？有哦，哦，我隔壁迄拢不是要骗人，我讨厌。各位姐妹，你看嘛，两句话，把我们众生所有的丑陋面哦，都呈现。有骄傲的，啊，有讨厌的，我们为什么在烦恼？就是这样。各位姐妹，咱心中有骄傲的无？啊，有骄傲的无？一定都还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还在苦海里面保持我，那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恶，哎，这个就是恶。所以我们要无恶，哎，把这个恶啊都去掉，不要它哦，才能够进入呢实现，这样话都进入咱的这个哦实现来对。以实现上呢建立吧一切道理，哦，比这个。啊，实现就是咱的自信上面哦，建立啊一切教的，一切所有要教人的哦，一定都要为咱本性出发，哦，从本性出发，让人呢进入佛性，哎，这个呢一切的这个教门，那么言下哦，辨析自见，所以哦，就做拢一再哦，强调讲伫个言下，哦，伫咱的这个。胃的卡，哦，胃的卡，一定要见性，见自本心，视自本性。各位有无？以咱的眼下有没有见到本性啊？有无？哎，这拢真亲切，跟咱做伙，就是拢一直爱咱吼，会当吼都啥回光返照，一直呢拢摄住吼，摄住咱家己的
哦，这个本性本心，主人文宣的啊，该将作礼啊，啊，请示为师啊，就是讲安尼，大家听来就做安尼讲的啊，就是讲安尼，拢大家做行礼，啊，拢依哦，神龙同台这个做的啊，奉事就是拢有啥物代志啊，就地主吼，我记得住。安尼，咱的第八品。哦，就讲完了啊，顿见品，过来呢，富华品第九，我发现啊，第九，所以这个顿见呢，哦，我们都是要怎么要了解的？顿呢，就一下子到佛地，一声哦，就到佛地哦，就顿，真紧一声就到。啊，那讲就是讲哦，温温啊来，一步一步来。敢那想讲，啊人坐火呢，举一声就到五条地啊，啊我都用行的咧，真久对无？哎、欸，人个坐自强号一只去加地人吼、哦，有较贵一些啊，610块。啊，你若用行哦，请问爱偌久？咱来用行。哎，人有咧讲哦，不怕慢，只怕站，对无？唔惊慢啦，不然啊惊会到啊，啊惊你徛掉诶，徛掉诶拢唔惊都未到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所以只要你行就会到。啊，若讲你用行去到无就白哦，哎有影贱啦，哎有影真慢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若顿诶都有影人去到位啊，佫哎佫佫来往回哦，你行啊就到。这个富华品呢，哦，心量观理啊，上观理。这个心量观理哦，在咱的西元哦，都705年，咱今嘛2002对吧？哎，都咱西元705，安尼几年前？1300年，好、哦，1300年前。所以吼、哦，你看咱这个种千几年的代志啊，吼，1000多年，所以有伊吼价值，有迄个价值，才有法度流传下去。咱普通的文学吼、哦，都流传不到100年吼、哦，它就不见了。它的经典哦，拢迄个吼几千年，它流传了几千年，所以有它的存在价值。啊，咱这个中原真有十五发财啦，中原互咱嘛知才百几年吼，啊，这个法源拢咱唔知，这个事情，啊，所以哦，这个中原吼，四吼，啊，这个哦，中原的，啊，做啥？做一点点知影中原啥物无？动啊，不动心，不动心。哦，你原来想了真好，好老师，四号，啊，这帮就四号。哎，这个，啊，都咱上完四号，啊，咱都要了解讲哦，我们呢，应该哦要怎么样？最祈求的下坠，所以中原下坠，哦，下元哦，改的，十月十五哦，改的，哎，四号哦，天官四号，啊，地官呢就下坠，所以这上重要，哎，600多天，哎，我们把那个罪业消灭最重要，哦，你罪业消灭了就有走路啊。好咯，诶，啊，改的下那无吼，都有场所，诶、欸，我那同款的，我那甲你讲一下。啊，咱普通哦，拢较，哦，就是啊，拢较唔知啊，这个下关哦，10月15，咱普通拢较唔知，讲哦，啊，就是水关哦，哦，天关哦，啊，甲地关，啊，水关哦，拢较唔知，啊，咱就到。
吼、哦、有标文无？诶，咱咧标文咧分表，落三观大地甲咱食。诶，算什么？伊个工作，伊个职务啊，三观大地吼，甲咱接迄个标文吼、哦，啊，送去迄个地府，送去地府吼，啊，咱个生死簿内底吼，甲咱个名分表啊，所以咱无上伊个业分关下。诶，啊，伊个天光挂号，吼、哦，伊个雨天吼，啊，就已经挂号。啊，即马挂号吼，过一个年，咱拢洗牌啊。啊，即马即个牌啊吼，那有咧收，有咧行吼，即个牌啊肯定。啊，那拢有球，啊，都拢无咧纪念吼，即个牌啊下。诶，拢感官即个牌啊，啊，愈收吼，即个牌啊愈长。你若愈咧行吼，哦，拢安尼定，哦，发出光芒去。诶，啊，即马若收甲吼。算讲安尼功德真济啊，对无？即个牌啊吼，有莲花座，有迄莲花座吼，伊即个牌啊，伊迄个以前的功德树，伊的迄个哦，咱的名吼，拢伫遐。啊，你看嘛，你看你的名到底有跟无？过前年暗时啊咧困，你看嘛？哎呀，你咪看讲，啊，当我咧收哦，我有咧收哦。啊，牌有金无？啊，看下骹已经生出莲花走出来了、嗯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，有咧修持呀，或者功不唐捐呐，就是没有虚气，无甲你吼，无讲吼，你咧修，甲你拢或者哦冤枉哦，拢甲你埋没袂啊，就对用你老修的拢这个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，哦，现象拢会当显现出来。伊迄个上缘吼，心量啊，这个缘理的上缘，哦，接天就是无接天呐。我这咱真捌嘛吼。啊，咱对伊的这个印象本来较无好啦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这个无接天研究经典吼。哦，已经就真不真迄个哦，真久来看经哦，真久来看经的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若准有看经的中间，会去看到武则天写迄个序言，哎，写讲伊一本内底偌好偌好，武则天写，哎，其他进前有写一篇迄、那个，还有个，唔知是认识佛性的篇章，还是迄、那个。啊，也认识佛性，哎、嗯，若要这个啊，就是习念观空啊，尤是这个什么日中桃影，那个形象，哦，若要广行闻欲啊，恰是啊，这啊，就是，哎，你不是很容易看吗？不容易，好厉害。哦，对了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就是武则天讲的。我们休息这个十分钟。武则天呢，跟这个中宗吼，中宗的皇帝吼，啊，交法，因请安修啊两个啊两师吼，两个老师啦，安就是这个慧安，哦，秀就是神秀哦。这两个老师在中中的中央，哦，万机之下，万机就是讲，伊伫咧处理吼、哦、国家的大事啦，哦，处理国家大事啊，叫万机。啊，之下是讲，佮处理国家大事了，佮有闲的时阵呢，哦，每求一生，哦，这个皇帝真厉害，伊都研究一生，哦，佮你看咱的。下圣、中圣、上圣、上上圣哦，阿姨啊，那五言的研究一圣，哦，那么二师啊，推让哦，推让南方有能禅师呢，哦，密授人大师一管，哦，就是讲两个，哦，这两个哦，这个慧安甲神相，哦，拢伫咧推让，是讲哦，南方啊，有这个慧能禅师啊。哦，伊有接受哦，迄五祖啊，这个弘忍大师的医法哦，伊呢传佛心意哦，啊，请这个昨天甲中宗呢哦去哦
请这个慧能禅师呢，吼、哦，来这个宫中啦，吼、哦，宫中哦，宫中内底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两个哦，拢提示啦，是讲啊，我都无到迄个德性啦，吼、哦，无到迄个德性，爱使去请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卖呢，今天这个瑞士，吼、哦，这个世界。哦，就是讲伫个皇宫内底吼，诶，这个官员，哦，或者使节呢，哦，伊就请人啦，哦，伊就安尼赶紧，哦，去要请这个贵人吼，过来皇宫啦，哦，官司资料呢，速赴上京，哦，啊，这个玉座呢，上表施政，就是吼，伊讲啊，我人咧。哦，身体欠安无拄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愿将经络就是讲，伫个三年内底吼，啊，伫遐要会当安尼吼过，哦，安即、這个叫做过，伫遐过呢。所以对面呢，咱就来了解即内底吼，有啥物意思伫个咧？因为吼、哦，我们呢，大部分啊，大部分咱人拢开。他着伫这个形象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个叫做，伊人就是讲细，他都生做歹，唔是讲像迄个永嘉大师吼、哦，刀枪刀砍都远高，啊，叫做伊就是讲吼、哦，迄个神秀，神秀伫，神秀有写哦，神龙写迄个花啦。上皇位呢，请位呢也当去皇宫啦，讲吼、哦，我都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也都修得很好，拢是因咧多地啊，伫咧生生吼，其实人迄个头吼，拢进入迄个量度量，吼、哦，啊，神秀伊讲我都无接受我做的衣钵啊吼，啊，位呢有啊，啊，请位呢也当吼，皇帝都咧请吼，伊也当过来皇宫吼。啊，成功啊！家风被修齐啊！啊，神秀伊讲我生做吼，生做歹，啊，做矮，啊，即卖人伫皇宫，大家若看到讲，啊，安尼，大家对这个道吼，拢看轻，就是讲吼，对道呢看袂着，所以吼、哦，我来讲吼，今天吼、哦。啊，原来有真侪奸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无看到药学，啊，听到药学的录音档，哦，啊，听到哩，哦，讲到遐好命，哦，啊，就直直讲，啊，这谁讲？哦，啊，有一天安尼吼，啊，就安尼七撮八撮，甲撮来见到我，啊，你讲的哦，啊，搭一声吼，无使进前听遐好吼，话拢歹去啊，啊，道理拢归了。去坐了以后吼，嘛无爱来听我讲，嘛无爱听我咯。所以我讲啊，你啊，你啊坐录音档好听。哦，我在讲啊，真好，啊真讲，啊你听就好啦。你听录音带就好，莫去看啦。你若看到人会后悔。还是会着想，哎、欸，拢会着想修道，看人修道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就爱哦，怕挂哦，这个叫做什么相，哎、欸，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的三十二相哦，我不敢讲，因为形象是要引诱人修道，啊，咱都在修啊，对不？唔免去讲相，啊，你去讲相，要过来破相哦，哇，那多一层功夫。所以我们就、不要去着想、啊、我们也要自己的修持嘛，就来为真理里面、哦、研究真理，这得了解真理就好了。那讲的、哦、不管以现象是什么形象，但是想讲哦，有人对这卢祖师安尼真正哩哦崇敬、足尊敬，啊，要爱请啊这卢祖师安尼献身互伊看。啊，李祖师是讲哦，啊，当一个安尼这么啊诚心吼，佮供奉伊的神像安尼吼，伊就诚实啊献上好看。啊，伊献上好看吼，
哦，献一个阿婆的心啊，阿婆一个音啊，哦，阿婆一个音啊，吼，搁哦都安尼臭头烂耳，啊，迄阿婆啊吼，都安尼嘴嘟嘴咧甲输遐垃圾物件，过一阵你啊看，嘴嘟都是一个鱼，对无？啊，迄时唔捌着，唔捌报，迄人。哎，比如说出现新的花，一样的新的营造，安那开歌，哦，唔捌做，哎，所以咱就来了解，未使重形象，我们就是要重真理啦，别地来对吼，咱来表示。所以有哪时啊吼，先会别讲吼，别讲安尼，哦，献个真好，真好你看，而且让你真尊敬安尼。心灵不露相，不露相，袂讲现真好相互你看，他会吼，安尼真普通诶，或者啥，安尼真一般，你拢看会着诶，即个形象，啊现互你看，啊看伊安那，吼去对待即个形象，看有着相啊，无着相，啊有真实的心啊，无真实的心，诶，所以讲伫个日常生活，我们就不要着相。咱也要照相哦，等于讲咱也要真远啦。迄吼，伫岛南要去台北吼，迄会使坐火车，咱就干那要用行。照相就是讲我要用行的。啊，你若无照相，就是讲你已经坐自强号的，也紧就唔到。啊，看用行现在足久啦，嘿，啊照相就是也要足久。嘿，啊所以袂使照相，嘿，照相就好个。很这个修行呢，就很久的哦。歇剪呢，哦，这个啊蕊丝哦，这个歇剪呐，哦，他伊来啊玉作家，因为皇帝都安尼派伊来啊，阮这边个皇帝两个安尼派伊来啊，所以讲听声的这个禅殿哦，就是讲坐禅的这个大德者。都想的，哎，就种大家拢在坐禅的遮啦，哦，拢讲的，欲得慧道啊，讲人较主啊，哦，要爱领会领悟这个道呢，哦，必须要坐禅，哦，实践，一定就爱讲坐禅，哦，啊，去练习这个，哦，这个定，安尼才有法度，哦，领会这个道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而是为念哦。假使我若无因为禅定，啊有法度去着解脱，无啦，无一款哦，无一款代志，啊无一款人哦。啊，迷心师所说哦，所说的法如何？哦，这个细节哦，就问玉宗的，讲啊，唔知啊吼，玉宗你所讲的法哦，是啥物法？啊，玉宗伊讲哦。道呢？哦，由心悟，起在道呀。你讲这个道啊，就是按心领悟，不是伫个坐，哦，伫个坐来背无道。哦，经文啊，若言哦，如来若说若恶事，是行邪邪道呢？哦，就是讲用金刚经来背啊。你讲哦，讲咱啊，哦，有众生伫咧讲这个如来啊，哦。若来若去，若作若恶，世人行邪道，哦，不能见如来，哦，所以你要看这就是啊，这个玉祖的因金刚经啊，吼，来甲这个世人讲，哦，讲开始啊，哦，若作若恶，就是行邪道，就是已经不正无正，不正就叫邪了，吼，不是正道，哦，何果？玉祖伊讲什么原因呢？无所将来啊，亦无所去，哦，无生无灭啊，是如来清净相。哦，所以伊在讲这就一点哦，进入咱的这个真心不生来地，无所将来，亦无所去，无来啊无去啊，无来啊无去哦，哦，就是真如，就是讲咱的真心不生。所以各位要记啊哦。那个真如啊，天然的性地哦，无化皆真，一真一切真，无有一化不真。哦，若真乱有妄可浅，何为成真？不异耶如啊，一如一切如，
古有何法故？若法中有灵可立啊，则非本无啊。众生迷的时候好像失掉了，师佛证啊，证了以后称真如体啊，起自在用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这个是真如。啊，真如就是讲哦，伊呢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无来也无去，哦，这个是啊，这个真如。它无生无变哦，是如来的清净相，不生不灭啊、哦，无生无灭，这个是如来的清净相。那么诸法空寂啊，是如来的清净受哦，诸法就是讲观其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形象还是代志呢，所有的一切哦，拢是空寂啊，哦，空的又很寂静哦，拢点点的。这就是讲哦，如来的清净座已经在坐啊，哦，所以讲在咱的本性内底就有啦，哦，这坐相内底就有。那么究竟呢，无见，哦，就是讲已经哦，唔免搁再去见哦，这个本来就已经显呈现出来了，不要再去证悟了。起况作为，那都还搁坐，查证明白吼？人都已经是在包，咱还做是刀人，哦，所以哦，差得很远了，啊、哦，这个都一定要做才能解脱哦。这就是讲真执着，执着讲咱的色、念、色的心呐、啊，把这个念、色的心当作是真心不行的修了，哎，啊，所以就足困难。所以现在安尼了解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咱啊用这个念。念善，咱就是到完成以后，哦，啊，咱去学的这个都善，啊，咱即马学的这个心要来修道，就已经哦用色心要来修，啊，用这个念善的心要来修道，道哦无生无变，啊，咱这个念善的心叫做生变，有生有变，啊，咱用有生有变的心哦要来修无生无变的道，安尼哦无同款，所以修到久就未善。哎呀，咱就是爱了解，绝对爱找迄个无生无灭的心来修无生无灭的道。安尼因果吼，一定哦，安尼就一定是的。哦，啊，咱找到无生无灭的心，不够一定就哦看到啊，就绝对是的。啊，咱这个生灭的心甲无生无灭的心哦，伊都合作会。哎，咱日常咧运用哦，哦，安尼。安尼想东想西咧运用这个色心吼，就是迄个无生无灭的心提供吼，迄个动力出来。敢若想讲即个哦，即坐安尼吼，啊，即个录音机咧，你看，伊提供电单吼，伊提供即个，你看，安尼看到一大堆电单对无？对无？啊，这就是无生无灭的，啊，这就是生灭的。啊，若用迄个随身听的吼，就爱电池哦，迄电池就是无生无灭的。啊，这吼，伊去这台咧用，伊台就是生灭的。啊，是不是钢铁？空气对不对？哎，啊，我们要认识，就是爱认识。因为咱的认识的心哦，拢是啥？欲因对欲因，啊，才生出念头出来，这就是叫做四心呐。啊，咱的本心吼、哦，真心佛性，哦，伊都讲，不管你有生念，不管你无吼、哦、生念，有无，伊拢伫咧，迄、那个集而常照，照而常集，点名常集照，迄、那个啦，迄、那个就是咱的真心佛性，啊，真心切拢甲咱做伙，有无？哎，这个就是讲吼、哦，咱不生不灭的心，啊，咱这个心若切掉，不然就是这个做。哎，所以一定会行，绝对行，哎，绝对会成。啊，这个世间哦，伊就甲玉祖讲，地主会听哦，思想必问，讲我若转去哦，啊，皇帝一定会问的啊，哦，愿师慈悲啊，希望讲哦，玉祖会当哦，会当慈悲呢，知悉心量。讲会当支持哦，即、这个人要安那吼，安那来修持吼，即、这个心性的发扬重要的法门哦。
重要的方法，会当吼传授两宗啦，会当吼等于等于皇宗吼，会当甲武则天造，会当甲皇帝造安尼啦，两宗吼，所以吼伫伊遐迄个时阵呢，都武则天伊嘛要插国事啦，诶啊，都吼。有一个皇帝，有一个武则天，啊两宗，啊两宗吼，武则天嘛经历真一个修道，伊今呢惊啥咧学道者啊吼，伊一定会问我，啊你去救玉祖，啊呾玉祖甲你讲啥，诶，伊唔来皇宫吼，啊有一定有甲你交代啥，啊你吼迄个世间道吼，拜托玉祖拢紧来教。比如譬如吼，一边吼念得天边啊，敢那想讲吼，一个边啊，即马即个边位吼，拄即个位啊，哦，因个过来点一百个、一千个边吼，拢围即个位已经印啦，啊，几百个、几千个拢在倒啊，这譬如嘛正好吼，一边吼能难百千等。哦，你若甲我教，我阁等来教着几百千啊对。你教我一个，我阁等来教着，哦，几百几千个啊吼。那么明哲啊，皆明，就是讲迄个黑暗人，因为这个灯吼，啊，就拢规个光明起来啊吼。啊，明明无际，这光明光明哦，一直传到哦，没有尽，没有尽头，就拢哦无已经无休，已经滴着去。啊，玉祖伊讲吼。道哦，无明暗，所以讲这个最上圣的哦，一声拢哦都超越了，超越哦咱这个凡尘，你讲出来话哦，拢已经超越凡尘哦。你要讲无明无暗，这是咱凡尘的现象。啊，玉祖伊讲哦，道呢无明暗，无明。